这个有用吗？这个我们开始用。哎，哦，那就没有用。然后大家刚刚听到我自我介绍了。然后，其实，那我就从我高一开始讲好了，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小时候宅宅只会打陀螺、打游戏王卡，就是什么生物结构的等等之类的。然后，国中的话，因为国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个子不高，所以国中的时候也非常小心看，所以也都没有教什么。然后到高中，就是。高一，然后我国中同学他们学校，然后我就那时候去他们校庆，然后他们班有一个女的，那个就我发现她之前国中的时候坐我左边，就是那个就是补习班嘛，补习班，然后那时候男女分区，所以你知道那时候会不小心看到，然后那时候觉得相认一下哈，然后相认之后，然后就那一天。因为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就脑袋痛，然后就帮他们，就是可能，等下校庆不都有摊位嘛，然后就是他们在干嘛，然后我帮国中同学忙好了，然后帮忙什么数钱啊、洗锅子之类的，然后就佛心来，然后后来就跟他要电话，然后就哎要了，然后就，笑屁，然后就说，然后要到之后就回家就简讯联络嘛，然后简讯联络之后就知道，因为小屁孩也不知道干嘛就。就讲一些什么啊，你好，我安安，我是谁之类的，然后后来就讲一讲之后，加上我国中好友，我觉得主要是靠我国中好友，他可能积极想要帮我找吧，所以就一直撮合我跟他，然后那个女的好像自己觉得不错，然后就他，然后约我出去买那个什么，那国中同学的圣诞礼物，然后他就用这个理由约我出去，然后我就逛了第一次，人生第一次西门町。然后去了之后就彼此就继续互相往来，然后但是其实那时候他们班有一个180的，然后很喜欢他，然后他就每天就是一贴他一贴他，然后后来我就觉得，然后后来就有一次不知道怎样，那个男的制造我跟他的那个就是误会，然后就吵架，然后吵了之后，就是以前国中。就是传简讯，可能就是一个简讯是70个字嘛。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听到，就是我都字字珠玑的嘛，听到那个什么70个字，然后发现打不完，就打了6封，就是一串6封，就是那种什么，就是解释加道歉文，然后6封，然后后来就好救回来，然后救回来之后就一样出去，然后后来发现，就一样，因为可能。两个学校之间可能比较难联系，所以就是一样下去，然后画到了学期末吧，高一上学期末就可能觉得还好，就先摆着，然后后来就过了寒假就打风之谷嘛，然后打风之谷打一打之后，然后到了下学期，因为那时候其实坐我隔壁的女生，就是我跟她也是互有好感。然后就我还是我去校外参加比赛回来，然后就感觉好感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跟他告白，就是用一样简讯嘛，对，简讯完了，然后简讯告白之后，然后隔两天他跟我说好，然后结果隔两天跟我说好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一开始就是那个高一上那个他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说好不好，然后就在他说好的时候，然后。玩笑那个常经跟我说他喜欢我，然后就这样噔噔噔，同一天就两个这样，然后我就陷入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然后那时候后来就想说，当然近水楼台嘛，所以就跟我们班的他，然后就只好就，然后就对那个女生有点 sorry， 然后后来就我们班那个就是传说中170，然后。我上面不写166嘛，然后那时候我163，然后就也没干嘛，就高中，因为我讲是讲比较就是实际面，就是我可能比较不会叙述感受，我比较可能我比较理性，所以就是都讲事情，然后就是高中就这样，可能我想起来有一次，就是因为我很在乎他的看法，然后所以有一次我为了就是。小那个什么高中，其中都有那个音乐课，然后他们会比那个什么才艺表演，
然后你叫同学吹笛子干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是为了他，然后我就回家练那个什么周杰伦电影的斗琴跟那个 C 就是可以回到过去那个。然后那时候其实我琴力还没办法负荷那两首歌，然后我就一直练一直练，然后后来到前一天晚上我就那两首歌一直弹一直弹弹了三个小时，然后想要隔天绝对不可以在他面前那个什么 GG 掉。然后就因为我练了那三个小时，然后所以我隔天我的手就 GG 掉了，因为那两首歌就是肌肉会 GG， 然后我就 GG 了，然后就想说好吧 GG 就 GG 了。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你那时候成败其实对他来讲根本不算什么，因为其实你们两个只要感情好的话根本没差。然后所以可是后来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一点，然后可能就是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对他们的感受还是琢磨不太好，所以后来隔了几个月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他觉得在一起没有比较好啊，当朋友比较好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就拜拜了。然后拜拜之后，因为刚前文提要就是小时候宅啊，然后所以拜拜之后就继续宅，然后可能拜拜有点像失恋，然后就宅，然后后来就觉得，就高二下某一天想要发奋图强，然后我就变得很励志的，然后变得很励志的，我就考上大学，因为原本都是吊车尾啊，就可能连那个什么，就可能因为现在应该在文化了，然后那种没听过信，然后现在变成大，然后后来上辅大之后。就那时候就辅大都有新生班，新生班就有人回文，然后我就找一个通识课，就觉得通识课要有伙伴，不然因为第一次上通识课总是彷徨嘛，没有伙伴万一没人找怎么办，然后我就说有没有够上班的同事可以哈啰一下嘛，然后就有些人就说哦，就有些人打票没有，然后一个很 Q 女生回说有，然后她还主动密我，然后我就傻眼，然后后来真是小屁，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就聊一聊之后，然后就约出去之后，我们去搭那个什么猫空缆车 ，one by one， 然后就说，哎，我靠，这行程太美妙。然后我等下去爬山，因为我喜欢爬山，看一些照片就是感觉好，感觉会转向。然后后来那个什么爬山完之后，我们就迷路，然后迷路之后就在山里，因为那个猫空缆车上去那一条，它那个路线就是我原本有可以当勾回来，就后来发现那个路线有没有美妙一样是错的，然后我就这样一路从。那个木栅，然后好像不小心快走到北一路，就是有点超过，然后后来我们第一次牵手就在那边，因为山路很危险嘛，所以我就拦住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边山路那么危险，对。然后后来就遇到两个山友很好心，然后把我们载下山，然后再下山，就刚好从北一路上来，然后就说，然后就回去，然后回去之后。好像，然后后来就渐渐前两天，就那是开学前的事，然后渐渐前两天之后就跟他说，其实我怎样怎样，然后他就说哦 OK 这样，然后又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之后就可能心态吧，就是还在成长中，所以也是没有顾得很好，然后就拜拜，然后剩一个半个直接简短讲后面那个的话就是传说中一七二。然后一七二的话就是我们跨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台中跨年，然后就租车出去，然后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开车，就是我考到驾照是暑假，但是我第一次开车是跨年，然后在台中租车，然后就租上山，然后租上山开一开之后，就在停车场不小心 A 到，然后 A 到之后就全车就公愤，然后连我自己也干，因为那 A 到不是我们车的错，是别人的错，然后就干说。然后就其中一个学姐就那时候我跟他还蛮聊得来，然后他的危机处理方式让我非常的欣赏他，然后于是然后他后来当晚又安慰我什么的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不错，然后后来就跟他在一起，对，然后因为剩三十秒，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一起的故事就留到等一下交流的时候分享 ，OK， 好，谢谢，那有什么问题吗？继续吗？没有问题。有问题吗？等一下私聊。私聊。私聊。今天还有五分钟。五分钟。今天还有五分钟。啊？对，今天还有五分钟 Q&A， 就是我这边调十分钟。哦，好哦。好，继续哦。所以你可以继续。继续。我可以继续啊。可是我不想讲完。
好吧，那我就只好再往后，然后就是后来，因为我刚刚人生离职嘛，所以其实这两个会搬原因，就是因为人生之可能一直执着于让自己离职，然后就没有顾到那个感情面的东西，然后就好像就交了之后就只是挂在那边，就像你开电脑挂着没有在用一样，然后只是偶尔开个 APP 而已，然后后来就也是。这个次分手是我提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状态就是励志状态可能不太适合跟他在一起，然后我就跟他提了，然后他也觉得，因为那个学姐她危机处理意识就像我刚刚讲，她非常好，所以她这次的危机处理也是非常好，然后所以我们就和平的结束，然后就无声无息。大一下的话，我就参加各种活动，像我参加就是我是班带，然后我打戏。就之类，然后干那些一包，然后我就大一下就这样迅速的过去了，然后这些都是我可能出去，去那边打赛都顺手拍的，然后大一下这样过去之后，然后我大一的暑假就想说，我再找一个试试看好了，因为就是人生不可以就这样一直励志下去，然后找一个女朋友，然后就找一个，然后后来就发现，因为。就是找完一个就真的很 OK， 就是也完全没有什么吵架，然后可能就是彼此也都讲话也很 OK， 但是后来就觉得因为干太多事情太励志了，然后就没有时间陪他，然后后来就他要去南部念书，就更没有时间陪他，然后所以我们就和平的结束，然后和平的结束之后就励志了到现在，就跟大一下一样就一路励志，然后就都单身的。就是我三个人的故事，对。就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了解深入，因为我都只有讲表面，所以想要深入的，等一下再私聊。谢谢。